火焰豌豆射手除了外形和别的豌豆长得不一样，喷出来的子弹也不一样。豌豆射手喷出的是普通豌豆子弹，需要通过火炬树桩才可以喷出带火的子弹，而我们的火焰豌豆射手自己就可以喷出火焰豌豆。火焰豌豆射手还是植物界的好帮手，当植物遭到僵尸毒手被冰冻时，可以帮植物解冻。但是当僵尸被冰冻时，同样也是僵尸的好朋友，也可以帮僵尸化解冰冻。种植时需要消耗175点阳光，冷却时间为5秒，攻击范围右侧单行，攻击目标为单体。一阶火焰豌豆，当有僵尸出现在火焰豌豆右侧时，火焰豌豆会发射赤火豌豆攻击僵尸。二阶火焰豌豆，连珠火豆，火焰豌豆射手每次攻击时有10%概率连续发射子弹，这个烤鱼味道真香，一不小心哈喇子流一地。三阶火焰豌豆，高速连发，火焰豌豆射手每次攻击有20%概率连续发射子弹。四阶火焰豌豆，能力觉醒，种植时有中概率直接释放能量豆大招，向前喷射出一条火焰，持续3秒，对整行僵尸造成1800点伤害。装扮效果，大招时附带一个能量喷泉效果，造成额外伤害。火焰豌豆射手喷出的火焰豌豆会被小丑僵尸反弹，锤子僵尸也可以反弹火焰豌豆，双截棍僵尸同样也可以反弹。豌豆射手加火炬树桩同样也能喷出火焰豌豆，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谁的火焰豌豆更厉害。第一局，冰砖僵尸，火焰豌豆射手获胜。第二局，猎人僵尸，火焰豌豆射手获胜。第三局，冰封酋长僵尸，火焰豌豆射手获胜。第四局，地懒巨人僵尸，豌豆射手获胜。